是怎么认识的？他是外籍，他是越南外籍啊，外籍。肇事者是来关心啊，就来关心上个乡这样啊。哎，你结婚多久啊？他们结婚20几年了啊，结婚20几年。那现在应该，我当场看到他的脚应该是断掉了，他的脚应该是断掉了。现在我有打电话去问，应该是在动手术当中。是啊。那医师当时还有啦，在香港医院都他会很会痛啊，会痛。啊，一个小朋友啊，现在是14岁，国三要上高一这样。因为他女儿是女友肠脏手册嘛，啊，女友肠脏手册。